有时候我们出去玩，你可能只是六个朋友，多一个，那距离不是很远，你譬如说去市区吃饭，你还要开两台车，就差一个位置，那有这个车你就很方便。这个娃娃车你随便放，其实它的尺寸大，然后它是开了台湾，它的维修超贵。